有一些新的同修啊，他们我们教他们用翁莱姆梭诃来暂停，然后他们暂停完之后呢，他们忘记了念到哪里了，所以就要从头重新念过。那这样他们从头重新念的时候，还要不要念翁莱姆梭诃呢？还是就直接从头念就？也是要哈，也是要教翁莱姆梭诃。从头开始就不要念了。啊，从头开始就不用了哈，就是前面的就一半遍就作废了哈。好的。